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行馆》。眼睛啊，是我们非常重要接收外界讯息啊，是最重要的，事实上就是我们最依赖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呢、因为它所接受的讯息很多，我们也比较容易解决，而且它的反应的一个时间，我们相对可以更快一点，所以这样的一个影像透过我们眼球这个地方的瞳孔。光线进来以后，那么经过中间的这个房视体啊，那么就会到达我们的网膜这个地方来。那视网膜再把这样的一个讯息送到我们视神经这个地方去啊，视神经当然接着再把那样的一个讯息啊到大脑那个地方去送，然后送到那个地方以后，当然可以去解读。所以这个地方的一个神经各方面的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关联性啊是非常强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光从这个地方，你要把那样适当的一个光量控制好，这不是我们自己需要去控制的，它智慧型的，传送到这个视网膜这个地方来，然后再把这个讯号往视神经这个地方送。但是视网膜这个地方要经过前面的房视体，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些漂流木啊，这个异物在那个地方，不是真正的异物，而是年龄大以后有一些变性，或者是。这个视网膜本身的一些分泌啊等等形成，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飞蚊啊。那有几只飞蚊就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飞蚊有一群啊，10只20只啊，这个还是要请眼科的医师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的一些状况，然后再往底下，这个我们眼睛视觉才能够成像。所以我们大部分都希望的是看得很清楚，没有错。但是有一些人很奇怪，他希望看不清楚，这是谁？皇帝啊，君主啊，他希望看不清楚，什么意思？他不是希望他看不清楚人，而是他希望别人看不清楚他，这样就深不可测啊，那个天威就更加难测的这样的一个味道会产生出来。所以你看皇帝啊，很奇怪，前面还加窗帘，那这个窗帘还可以这样动来动去啊，而且是窗帘的数字啊也有讲究的，所以当皇帝很复杂，你要光想戴这个帽子，然后要维持，然后锵锵的。哇，这个蛮不舒服的一个状况，但是有些人就这个不是有些人，就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向往那样的一个境界。然后生气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对这个人啊要怎么样子啊？然后呢，有些情形要这个传达他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就颁一个圣旨，上面就写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个蛮好的，就是这个奉天呢。天上叫我做这个事情啊，所以我在叫你们做这个事情啊，所以叫天子啊，这是。所以唐朝唐太宗好，这个当时啊就圣旨就这样出去，答案错。唐太宗颁发圣旨绝对不会开头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圣旨开头用这样的是这个人才开始，这个人是明太祖朱元璋啊。所以朱元璋开始他才开始把那个皇帝诏曰那个东西啊写在上面的，所以不能讲说以前人也是那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像这个是康熙，那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清朝嘛，所以明朝后面是这样 OK 啊。那这个大家知道，明太祖朱元璋，他本名叫什么？朱重八。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就是说他排位第八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彰显不出那个皇帝的气势出来，所以古代要改名也不用像现在到户政事务所那么复杂，他想改，因为他大嘛，所以就改。在第二次改名，改名变成什么？朱兴宗，把这个宗族啊给他兴盛起来，哇，这个不错了。但是好像没有那个时代的意义会产生出来，于是他就改成朱元璋。那为什么叫朱元璋？章的弄章弄瓦的意思，弄章就是男孩的意思，就是一个汉子的意思啊，就是诛杀元朝的汉子。哇，这个要把那个
元朝的暴政给他推翻掉，就需要这样的一个人物、啊、所以就改名叫朱元璋了。这个背后啊，历史里面也有很有趣的明治的故事啊。好，我们明治的故事啊，到十六世纪欧洲去看一下。那么欧洲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啊，这个圣母抱着耶稣基督，大理石雕刻出那样的一个情感深厚的那份的一个哀伤啊，就是佩服啊。那很多事情。米开朗基罗的例子、告诉我们说，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他是需要一个团队，所以他光采石工人、啊、就有138个采石工人、啊、在他麾下，采石工人去采集那个大理石、啊、因为大理石要搬运、啊、要外面的雕刻、啊、就需要他们，有三个金属匠、啊、等等都在他底下，所以他也特别记录他们给的钱，他的名字给的钱是什么，所以也让现代人去了解那个历史的时候就更加清楚当时的名字、啊、是什么名字。 Giovanni 的意思就是 John， 就是约翰，就是圣约翰的意思、啊、就是圣约翰的意思。然后另外 Pietro 就是 Peter， 就是圣彼得的意思。然后呢，像圣拉斐尔，所以当时的蔡西阿米啊，就是跟圣者有关系的那个名字。其实，在美国现在大部分的名字也是跟这个有相关的。好，这个表示啊，这个名字的起源也是有它特殊的意义。但是有一些症状跟诊断这两个之间，我们绝对不能把它等同于某一些。譬如说背痛，我们想到的就是某一些特定的椎间盘突出啦、啊，或者是等等的一些问题啊，还是要做整体的一个评估啊。它的一个症状如果不一样的话，不能把这个蔡西阿米啊变成是说，诊断是这样子啊，于是治疗也跟着市场化，这个不好的一个状况。一个四十几岁一个女性病人背痛以外，她还有。坐骨神经痛，这是坐骨神经痛的一个范围，所以大家听到四十几岁坐骨神经痛，然后会想到的这个菜市场的症状，诊断就是椎间盘突出。椎间盘突出有去压迫到那个神经啊，所以他在某些地方啊，给他照影像的检查的时候，看见椎间盘没有突出来，很厉害啊，但是怎么会有这个症状啊？就想说他是不是这个脊椎的一个稳定性不好，有一点点脊柱的这个本身的一个。滑脱的一个状况的时候，造成它局部的那个神经根的一个压迫，才产生出坐骨神经痛的一个问题啊。这是核磁共振的时候可以看得到，并没有明显椎间盘去压迫的一个状况。其实那个脊柱滑脱的一个状况也不是明显啊，所以它这样治疗当然就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还没抓到它病因呢、啊。后续接着又出现的症状，就让人家更加要小心了。它从这个胸部这个地方到上腹部这个地方，麻木的感觉会产生出来。一边呢，麻木的感觉会产生出来，右边的这个地方会麻木。这个奇怪嘞！刚刚不是讲腿的一个问题，背部的问题，为什么前胸这个地方到背后这个地方的麻木感会产生出来？然后呢，右脚的力量也会减少，就是肌肉运动跟。感觉的麻木，这个的症状产生出来的时候，当然就让临床的医师啊，注意焦点就不是只是在那个背部那个地方啊，进一步往上去探究，它是不是有可能是其他病因所造成的？果不其然啊，胸椎的 X 光这个电脑断层一看的时候，胸椎的核磁共振一看的时候，这里第六节胸椎的地方，这里有一个肿瘤啊，所以这个是。胸椎的一个肿瘤所造成的神经压迫，一开始的症状是用腿部来去呈现，到后来才是麻木跟运动方面的一个症状。所以我们神经它因为局部长在这个地方，去压迫那个地方的时候，它就会对神经某些运动的功能或者是感觉的功能产生出影响出来。所以一定要把所有的一个症状可以去做合理解释的时候，这个才是最后会得到好的治疗效果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啊。那米开朗基罗刚刚提到那个米开朗基罗这个就是更了不起啊，因为他代表的有两个名字 ，Michael， Angel， 就是 Angel 是天使的意思啊，所以他本身的名字就是天使啊，他不是只是圣者而已啊，他是非人啊，他是神那一组的，
是圣，是那个天使的一个意思，不过真正的力道让人家感受得到的，还是他那样用功的深刻。感谢收看，再会。